要跟人家合拍就没有要跟人家合拍的。有一有一天看无聊酷秀。等会等会等会。我们只是就是不希望你们跟过来，所以我们没有讲哪一间店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他今天没有回答问题，对对对。那你们不是有要跟人家拍照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让民众拍照而已，没有要跟人家合拍就对了。可以让民众拍照，但安佐怎么会想挑这个位置坐下来？没什么，就休息一下。未来那个活动，我也讲一下，就是未来他。8月30、31、9月1号这三天有一个公益慈善的活动，就是会展现这些东西给大家看，然后也是一个慈善的公益活动这样。